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四平大胖。今天邵总要来呀，时隔一年又弄这一块小酒疫情了。他是咋回事呢？去年上安徽了，上安徽，然后一年回来不了几趟，我俩就是一年时间没在一块喝了。今天高低整点硬串，喝点儿。来根大萝卜。白萝卜呀。来个小人大的。来，对吧？行，够用。整个蘸酱菜，黄瓜、干豆腐、大白萝卜，大白萝卜炖牛尾巴里。这是一整根牛尾巴，给它焯下水去。来点豆瓣酱，葱姜蒜、八角、干辣椒，牛尾巴怼里。海鲜酱油，来点老抽，加入生命的源泉。煤气罐子开开，盖盖炖上。这咋鸟枪换炮了呢？行啊，这出去这发达了，这大星的又整上了。今儿都喝的啊！哎呦妈的！牛尾巴，哎呦我，牛仔骨那种吗？不是牛仔骨，牛尾巴，整根的，一根牛尾巴，还行啊。我送车去，一会儿回来啊，把车送回去，完消停喝啊。好嘞。那，哎呀，邵总又拿大星来了啊，必须得把菜整硬点啊，整个小蘸酱菜，炸点鸡蛋酱，小带鱼，我给它煎一下子，再切根大火腿，就完活。下入辣椒丝儿啊，下入鸡蛋液呀，放入东北臭大酱啊。哎呦喂，老牛叉了，鸡蛋辣椒酱。这玩意儿，你在安徽也吃不着啊！吃不着，他那边咸的那也挺少。哎呀，这家伙，全是肉啊！不要样了，不摆盘了，直接怼里就完事了。上菜，川菜口这是，你闹呢？这跟饭店没啥区别。花生米，来吧，起锅起锅起锅，哎，我去，太香了！来，香菜一扔，妥了，这叫你就边咕嘟边吃啊。凉不凉？不咋凉。还行，还行啊，还行。先拿俩，一个一个个整啊。哎呦我，今儿菜太硬了。铁锅炖牛尾巴，然后整点芥梗，蘸酱菜，大火腿，炸带鱼，小鱼花生米，酒也硬啊，上大星了，时隔一年又喝大星，哈哈哈哈，关键人也硬啊，一年没喝了，人硬了正好一年啊、哦，有吗？有，去年五一，来吧，开整吧，今天不醉不归啊，必须的，酒有的是，这冰箱里。就得整一口，干一口，来，有点沫啊，没事。哎呀，再整会儿啊，整会儿，那先吃点别的吧。你先来个大火腿，你先感受一下子。对，这指定好，刚才我吃了一口，够吃的。吃不行？嗯，肉多。那边吃不着。嗯，吃不着。那边香肠应该都带甜味儿的，是不是？不习惯，不习惯还造胖了，你可胖了，胖了吗？胖了，整天回家吃的胖的，那不可能，这两天就胖了呀。那会儿咋样？工作轻松不？今天钱不好赚，钱不好挣啊。
哎，咋整？又养鱼了呢？慢点，慢点，开吃还没几分钟呢。你刚吃一口菜啊？一口菜，一碟饭没了。哎呀，今儿就别控制了，今儿个。别不控制。今儿就咱俩喝呀。哎呀，看来这媳妇们都忙着孩子呢哈。嗯。嘎嘎转场。行，再坚持两年就好了，上大学就好了。多少年？马上高二嘛。嗯。有一年没喝了吗？原来。正好一年。哎，去年咱俩去那个。去年五一去。五一是不是？嗯。必须忙的，忙没到时候工夫。嗯。好几回都想来，完了。嗯，上回我出门，我寻思咱俩碰一面，完你还忙着呢。出门。嗯。出差。嗯。要不然咱俩就搁安徽就喝一顿了，但我回来我到那个合肥了啊，臭鳜鱼吃了，你得意那口吗？不得意，吃不了。是吗？嗯，臭鳜鱼啊，像那黄鳝啊，嗯嗯嗯，吃不了，吃不明白。嗯，那臭鳜鱼不咋臭，反正我吃还行，我自己我拿三块臭豆腐也能做出来。好吃吗？下回我给你做臭豆腐炖鱼。人家那是腌的，对，但是我这是活喂鱼，活鱼现炖，只不过搁臭豆腐。我自创，那可老牛叉了，真的。那味儿能行吗？嗯，必须行啊。来整一个。哎，慢点慢点慢点。哎，孩子上小学，几年级？四年级、三年级，咱俩就开着。第一次吃的铁锅炖吗？对，吃铁锅炖吗？嗯。那天你喝的白酒，我好像喝的啤酒。对，我喝了半斤白酒，然后喝了能有六七瓶啤酒。完了又上歌厅了吗？啊，对。那天你干蒙圈了，那天咋的？头回喝没放开。紧张了。你也就喝十来瓶啤酒，那十多瓶对我来说已经是到量了。那我半斤白酒还有六瓶啤酒呢。完了，关键是上歌厅又干了得有十来个那小瓶的呢。那天我就该说不说的，挺惨，还行，你挺有气场啊。嗯，完了，接下来就不解之缘了，是吧？啊，意思嗯，这该说不说的。这喝多少年了呢？那原先那咱俩喝的算是比较频的哈。嗯。哎。这一晃真的啊。嗯。现在三年、五年、五六年了呗。你就打小学三年、初中三年、高中这又一年了，这七正经七八年了。我上你家喝酒喝的多少回了？嗯。都上你家没事儿蹭饭去。嗯。喝酒。我每次都多。是吗？你每次都给我喝多了，那不至于呢。那咱俩真的一年哪有这时候啊，一年没喝上一回了。我属实不就不好意思招呼你啊。我招呼你吧，你看你这回来一趟，回来一趟能待几天？三四天。三四天。完我再找你喝一顿，咱俩再喝嗨了，完第二天你再躺一天。我肯定得躺一天。那你说是不是？那么整吧，我就觉得就不好意思了。没事，我不行，你得陪陪孩子，嗯，嗯。出去的时候不一样，天天在家有可能是。嗯。昨天晚上回去和老太太那块去待一会儿，唠唠嗑，就搁那躺着。嗯。也是一个那啥，包括回来的时候也是，接接孩子，送送孩子。嗯。就那个。对。你平常在家的话咋整都行。嗯，行。那不出去咋整啊？都是为了生活。家里边那时候环境好的时候，照相录像吧，还行。对，嗯。现在就是行业不景气，然后视频人流失也多。嗯。不真。对，主要是年轻人都走了。嗯。你原先那行就不咋好干了嘛。我昨天回来我还出去那啥去了。是吗？拍摄去了，照相去了。哎呀。
手艺没扔啊、哦，多少有点的，因为吧，手也不拍，那、现在那出去了，但、但是还行，那个能对付过去，还行，就那个跟捡的活似的，然后那个挣点外快，挣点外快，行，没之前没接，五月二号昨天是个忙日子，结婚的多，结婚的多，完出去了，行啊，手艺没扔就行啊。也有点，也有点生疏，也有点生疏了。上去了之后，还有个比较，他家亲戚还有一个是一个啥的。然后想半天，好想想啊，哎呀，这以前咋整的咋整吧。但咱不能混了。咱能赚钱，咱不会骗钱，这是那啥的。人都一辈子一次的活儿，对，能那啥吗？还行，出来了之后一瞅，还没脱轨，太多。能过得去。你那啃一块，你不啃这玩意儿，你不白扯，我不白炖了吗？这也得啃，这得啃，这得啃啃啃。我吃瘦的啊。行，你吃瘦的，我吃肥的，我能照肥的。下手，下手，这有纸，有司机。那妥了，这个。下手吧，这几个菜咱咋的不都得吃个遍吗？那可不咋的。要说你做菜多不能呢，多了之后你摆那块的时候，咱俩都不一定能吃到。你说那是慈禧，那不是咱俩。不是，咱俩都不一定能吃到，就整点这个咱的硬的货，得啥事儿？你敢问过去那皇上呢？你就不知道菜叫啥名？那个。那这几个菜绝对是那个那啥的，吃的指定行，是不是啊？你开一个私厨得了。我开啥私厨？我现在这忙活不过来，不行。你等以后也不开私厨，我这私厨就为你服务。那你看还行不行？一个月我就回来那几天，香肠好吃啊。香肠是不行？大火腿全肉。真全肉。你咳吧。哪儿的？哎呀，黑龙江的，那行啊，黑龙江伊春的，啊、那地方也是个旅游城市，老美了。吃不了，赶紧的给娇娇打包。这行，这食还行啊。这我，你要不然我也想打包这食，好吃。真好吃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它这肉就跟那个就是肉多，就是肉多。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，这肉肉纹理，肉眼可见啊，吃这个东西。我比较爱吃香肠啊，外边就是吃香肠。他们。那你在安徽你吃不着这个？没有啊，吃不着啊，绝对没有。那边连马可波罗都没有呢。是吗？没有，真没有啊。那你在安徽正常吃啥菜呀？就小青菜居多吧？不是，还不是吗？那边就吃面的多，全是面馆嘛。啊，面馆。对，安徽牛肉板面呢？不能吧？不是，那边安徽牛肉板面，在咱们东北是安徽牛肉板面，在安徽就是没有了。那边是太和县一个县里边牛肉板面，但是我们在那个区域，像蚌泉、全椒、全鸡这些盛秦，就是这些面，但是那边的面条属实是比咱家这边好吃，就是不是那啥，就是兰州抻面在那边的话没有可比性的，是吗？就是面出名，各种面牛肉。那我去完了，我不吃主食啊，你说我去就废了。那就那对，然后那边不，但我挺乐意吃面条，但是我吃面条是吃面条，仅限于就是头一天喝多了，第二天吃碗面条，再不吃我不吃主食啊。那到那块儿，那你们平时牛肉汤，淮南牛肉汤，很出名那个，段氏是在淮南，就我离淮南很近，他那个牛肉汤和那个饼，他那边的那这个是特色的，早餐包子粥啥的很少。那行，你这就胖了，真胖了，胖了，真是吧？那晒却黑呢，怎么？晒怎么搁外边跑？你这形象该说不说的，可真不如头两年了哦。回来了之后，头发也长了。回来了之后我还剪个头呢。哎呦，都说的，你说你这胖黑又说的，黑胖，黑胖。哎，这个，哎，我上回去秦皇岛北戴河吗？北戴河，不，你拿点小礼品，不用展示，不用展示。你信我的，你把这块加上，这个行，这个行啥？这个大，你就来吧，你就来这块，太大了。哎呀，你就来吧，你快点的，那吃不了。你夹也咕咕的，你这咋整的呢？一年没见，怎生分了？是怎么的？不是，你就啃吧，下手，晾一晾，下手。再来块萝卜。
哎呀，萝卜好吃，真的。萝卜好吃是吧？萝卜入味儿。咱俩这酒今天喝的行吗？行啊，太行了。哪个是不放掉？这么的录啊？不是你这，哎，你这专业摄像的。不是，没事。可以，你再尝一口。还尝啥了？你看我这个里边啊。你那个太瘦，没意思。你看我这块，好不好？啊。哦，不行啊，烫嘴。嗯。嗯啊。烂会儿，烂了，烂了，烂了，都炖烂了吗？嗯，太香了，这玩意儿得配蒜。吃一根，全吃了。等会儿，太香了啊、哦！越肥越香，哎，这肥的，哎，真的越肥越香，就这肥的，嗯，没治了。嗯、牛尾巴，牛尾巴，整根的。一点不假，我一块都不少，真的。你瞅我俩喝的，嗯，有这个，太香了。嗯，我还吃香肠吧，香肠好吃，带肉的。嗯，我刚开始录我自己来的，我不知道啊。你吃吧，你男人。这是我的，是吗？偷摸录视频，嗯，很少有人上我家反客为主，很少有人上我家把我拿捏。你呀，也别吹牛，你马上你也得睡吗？我可不行啊！啊，我肯定我得睡觉。